我就想说，我们要在哪一个三个分数都要，对不对？2000分以上，都要2000分以上。你看，我们接下来现在玩，对不对？都是2000起跳的，好不好？喘口气，快气死了。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玩？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西瓜了，我们要迈向西瓜之后。西瓜之后最关键的就是底下不能太多小颗的。3000也是2000以上，没有，我们先222嘛，三个2才可以有3呢，对不对？麦块也是22才会得3呢，那我们的合成大西瓜是三个2得3啊，不同游戏的数学不一样。真是难啊，人生好难啊，生而为水果，你们就不能乖一点吗？回归左小右大，我们刚刚都是用左小右大再加上垃圾，不是，就是会让一些小颗的掉下去，避免场上有一些卡死。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玩的时候就是尽力的合，因为我看他们其实也都是尽力的，就是高手啦。看那个世界第一玩法，他也都是尽力的去合，可是我尽力合就会导致一开始的状况，因为尽力合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很有意识的知道什么时候该把一些合掉，不然的话会有太多的大水果卡住。对，那个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要玩很久啊，或者是反复的看影片啊，才有办法了解的。我看影片也是边看然后边想我要怎么放。对，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放的地方就是跟他们不同，我就知道哇，这个太难了，这游戏太难了。那比方说像这种时候，你这边合上去的话，那个樱桃可能会出事，可能要有一些时候我们要为了拯救小颗的水果而做出不同的行动。烂游戏，不管了。他还不是都在搞事，他还不是都在搞事。没有，我还是要相信那个草莓跟草莓是可以有机会牵手。嘿，我这是什么水果串烧？哎，葡萄配上柿子，葡萄配上柿子，哎，不是葡萄，苹果配上柿子，苹果配上柿子。有没有吃水果串烧？底下合出来了，哎，这次好像还不错呢，好像还不错哦，我们可以多看看。他就是高手就会这样子啊，就是你会有一些地方就让他们可以砰砰砰连击，好不好？你要有地方可以让你的水果可以攻击啊，去连击。那个草莓把我一切的美梦给弄掉了，我们先弄掉好了，等一下可以再来。哎呦呦呦！应该不会滚，
你看，当你玩的够久，你就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滚走，对不对？我刚刚就已经有预感，我只是看有没有人会跟我一起反应过来。还行啊，还行，有一些容错的机会，好不好 ？OK 的 ，OK 的。哦，这场不敢说一些大话，好可怕，这游戏，好可怕、哦。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有些地方可以放小水果哦。嘿 ，OK， 等一些小水果放右边应该还行。去吧。看你在哪里，绝对不要让左边的水果掉进去，左脚被挤起来，不知道。保持最大颗的水果紧贴地板很重要。好，去吧，哎，还行吧，这个哈瓜还蛮贴地的，它没有很离地，它没有很离地，贴着地板，贴着地板。刚刚那我也没办法吧，我也必须得让它过来啊。这边卡住好像也还行，然后我们右边放个草莓，那它不滚了啊！我刚刚是应该那滚完再放，可以啊，可以啊，哈瓜你就很爱离地耶！完了，我们这样子右边又要变成是水果放置区了。嗯，然后他就又在那边滚来滚去，可是又好开心哦，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反内心的事情呢，就是你右边有一个可以放各种小水果的，你就会觉得好开心，对不对？你就不管，一直丢一直丢，丢到有人骂你才会改变呢、啊，对不对？我没办法啊，他那个就看起来很好丢啊，丢下去那个东西就不见了，我就好开心哦，这有什么办法啊？这不怪我吧？这好像等葡萄，所以我们这边先放这。你这个不用管了。好烦哦！哎呦，这样子好像比较好。哎，有没有有没有高手玩法？适时的去做不同的选择。右边的草莓应该还行呢、啊。这边的小水果我们可能要小心一点哦，我先合一下，不然我有点看不到未来。哇，接下来小水果都很可怕耶，放这好像一定掉下去，对，但好像也只能掉，
我们没有办法。这边可以来一个，来一个左脚。我们的哈瓜没有离地，哈瓜没有离地。那个樱桃在那里，会不会关起来？不会关，但是好像一定得关呢。哎呀，好，那樱桃就算了啦。我们接下来小水果怎么办？先来一个草莓，跟葡萄合在一起。哟，变橘子就比较还好。哦，好像可以哦，好像可以哦。你们在干嘛？你们怎么又在滚来滚去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们动来动去，我很难玩，我很不知所措。好，还行啊，还行。我们让场上变得更混乱。左下角的苹果是不是倒了？我不知道。哎，我刚，哎呦，我刚一个晃神，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但算了。好像哪里怪怪的。好像哪里怪怪的。不行，我已经没办法思考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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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着还有贴着，只要有贴着就有机会，有希望，有梦想，有未来。去吧！哎，你刚刚不是贴紧紧，你又来了。怎么样状况？最后水梨很多，可是没有贴好，不然就没事了，对不对？你看那个场上水梨跟水梨，只要有一个贴在一起，它就变成桃子，就可以变佐酒。但是两个哈瓜会不会 堆在一起也不一定，但是有可能，因为它这个大水果合成那个物理的弹力是很高的。累哦，酒系统都来了。我们刚刚那一局主要再一次就一样是尽力的用脑袋让他们想办法合成多一点。为什么玩起来我好烧脑？我感觉有一些人玩就是无心流，随遇随机的玩法。不行，我们是用脑袋来做事，对不对？他们只是玩的时数够多，靠运气嘛，对不对？就像抽卡一样，二十场总会有一场超级 lucky， 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桃说不桃酸。他没点运气啊！我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这样子啊？哎，第三家要注意顺序，樱桃、草莓下去越多越卡。可是有时候就是一个很没有办法，
不然就是那个要放哪？有一些点的时候，我就很知道，哎，可以把它丢哪里。有时候就会不晓得怎么丢比较好。像现在应该比较好的就是放，没有，放那没有比较好。